是哪个版本啊？卡玛上路 11.1 哦，卡玛护盾改强，卡玛打上已经是超久之前的事情。三排吧，是单排，就跟电脑版一样啊，开机你三排遇到都会有点奇怪。虽然刚有些把是自己的搞了，发现你开了，我又没要开韩服的，这韩服被锁了，因为最近有比赛嘛。然后激斗峡谷没比赛，激斗峡谷反正没开台的时候再打，所以最近LOL有比赛要练一下LOL。结果韩服好像爆出太久没打。Nice try。这么凶啊！飞是人的，他们那边选医生，知道？看情况。想玩阿卡丽啊，感觉阿卡丽蛮强的，还有亚速好像也蛮强的。亚速配酒桶，强到不行吧？我直接当家兄弟滑起来。哇，李信怎么500的、阿卡丽 T0， 我也这样觉得，再多玩一下。我不知道我玩一回都输，那就玩阿卡丽吧。哇，前阵阿卡丽胜率蛮高的。想办法刷荡一下李信。感谢欧奇欧托套龙的。啊！多个酒桶，可恶！今天看到。因为下礼拜可能很多时间会待在医院，所以有时间就开一下。我也是不翘班的那种人，认真负责。可恶，居然还闪现。我那边会被李信扁啊！换一圈，换一圈。你打这爆炸果实，谁打得这么烂？真的、都跟你说回城治疗了，难不成要我一直拼退灯你才知道回合制游戏好不好？不懂得这三个字，不懂得这回合制三个字，这个回去打传说。推中，推中，推中。他们都觉得你的队友都不用回去买装的、打完就可以直接在中路，不用回家就可以买装了。
小姐喷两座塔。Enemy missing. Retreat. 啊，落跑车。Retreat. Cold. 欧拉夫什么时候来 ？Retreat. Engage. Top turret is under attack. The enemy team has slain the dragon. You are on a killing spree.扫个上路啊！人家那个上路抱团抱得很快。啊！光欧拉夫没怎么用，零三零，龙舟一波起飞。谢谢老板，坚持住。哇哦哇哦哇！伊利不要杀他！哎，他妈的！对对对，推爆他们！哇，我这波大逃亡争取了非常多的时间。谁不会阿卡丽？那时候阿卡丽。带个悟空符文 ，AP 符文双修，谁不会玩？那时候要砍。我又尽力撑了，我又尽力撑了。哎，杀龙兽，杀龙兽！哇，龙兽疯狂转，疯狂转！悟空收头！怎么有人一直在鼻涕呀、啊？我是不是该画个 TP？ 等一下，等一下。OK，OK、okay. okay.。Victory。诺贝今天今天进诺贝手机，我不知道哎、欸，没这样过。MVP， 不枉费我一直在那拖时间。这个 MVP 是给我那个拖时间的举动，直接把劣势打回来。不能，这样还叫不能吗？